好，额头，额头。大家好，我是Sammy，我是Hannah。Hello。今天我们要玩什么？平衡的积木。那我们就你们两个来 PK 哦。我先。好，你先。千万不要碰到桌子哦。我们只是给你个良心建议。好紧张、哦。你们有没有惩罚？你们有没有说好？他们两个感情很好哎、欸，你们会紧张吗？不会。输的人要给爸爸亲一个嘴巴。对，不是嘴巴，亲脸颊。毛起来玩，亲脸颊就好了。没有，小孩说他要来点狠的。哎呦，来点狠的。因为他不想被亲。对，要表妹现在直接逃离现场。哈哈哈哈哈。不想被亲。我不想被亲。好啦，你输定了。还没有，我觉得还不会、哦、你再把那几个叠完就输了。这个很难呢、欸，你们这次叠的有点难呢、欸。真的蛮难的，你们都没往旁边呢、欸。你们要不要往旁边？现在应该没办法了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小鱼这边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挺聪明的。哎呦！不是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小鱼的表情？他超淡定，给你一个狠的表情，这样。小心哇，真的狠的是内心。他可以控。而且重点是，他们都不怕去碰到他们的东西。对啊，我们都超怕。好强哦、喔哎！而且那边直接死路，现在那边直接死。怎么办？你们怎么办？小鱼，你们玩的好难哦、喔。他直接扣进去，好像没办法扣进去。他一样大，会跌倒啦。先让你玩手机。好，碰到就好，碰脸颊，好，额头，额头。你为了手机出卖你自己。你为了手机。最后我们要说什么？拜拜。快点拿出来手机、啊。手机宝宝在餐厅，等一下用。